Hello， 大家好，我是 Catherine， 欢迎回到我频道。那模拟市民4呢，这款游戏推出了18周年了，是的，18周年，是不是超级久啦？从一代开始，然后二代，然后三代，到现在的四代，这个游戏呢，这个系列推出了18年了。那最近刚好是它的18周年庆，所以游戏呢做了一个免费的更新。那在这个免费更新当中啊，它附了一款新的发型，然后一个新的 T 恤，我们人物现在穿的，然后还增加了10款新的肤色。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发型吧，发型新增了这个是男女通用的，这是小卷吗？把一堆的，什么，这很像是80年代那种的复古卷发，在那种港片里啊，那种妈妈级的或什么欧巴桑会把睡前把头发弄成那个样子的。有没有有点像？对啊，这是什么面吗？意大利面。好，这是他附的一个新的发型，庆祝18周年的发型，还蛮酷的，而且是男女共用的，所以呢，不只是欧巴桑可以用，无敌桑也可以用，当然啦，年轻小姐可以用，年轻先生也是可以用的，好吗？好，这是他的新发型了，然后他还附了一个新的 T 恤在这里，这 T 恤是超级可爱的，超可爱的。上面有三个模拟市民4的招牌水晶，第一个绿色的，然后黄色，然后红色，而且绿色啊不是代表上面的人物状态好吗？这绿色是笑脸的，然后黄色是没有表情中等，红色的呢，红色是伤心，嘲笑的。我感觉啊，我操控的人物们可能都是红色的状态吧，无时无刻都要随时随地昏倒的准备。对啊，这 T 恤超好笑的哦。好，我们看一下这 T 恤还有不同颜色，这个是经典的白色，那还有黑色，还有蓝色，那还有灰色，还有紫色。好，那除了新增这个发型的衣服之外呢，它还新增了十款新的肤色。其实我觉得啊，它这次会新增这么多款肤色，我觉得啦，它可能受到了前一阵子，算是去年吧，就是去年呢、啊，不是蕾哈娜 Rihanna 她出了一个她自己的化妆品品牌嘛，叫做 Fenty Beauty。好，就是呢，他推出了全球有史以来的40种颜色的粉底液，他标榜说可以包含每一个人、每一种种族、每一种肤色都可以包含在里面的，所以他推出了史无前例的40款的粉底液的肤色。自从那个 Rihanna 推出的那个系列之后啊，很多的化妆品品牌都陆续推出超多颜色的。那我真觉得、这一次就是 Sims 他推出了新的十款肤色，我觉得他或多或少也是有受到那个启发呀，我觉得啦，对啊，有点那种感觉。不过我觉得啊，其实他新增这种肤色真的超棒的，因为真的啊，这种游戏啊，它是让你创你的人物，然后去玩你的人物的人生嘛，所以呢，尽可能的让你的可以完全的客制化你的角色，这是超棒一件事情啊，对啊，他新增了很多款的深色肤色。以往他深色肤色比较没有说那么多，那新增了很多款的中等的一个肤色，所以他基本上新增了超多款的这种穿插中间的一些冷色调还有暖色调的肤色，让我们帮我们人物选择肤色的时候呢，有更多的选择，更广的选择，更加贴近你想要创造人物的感觉，超酷的。毕竟我们现在生活的是地球村嘛，这的确啊，这世界上存在着各种不同肤色的人，所以我真觉得蛮酷的，新增超多肤色。好，那这个呢就是这次免费更新新增的内容，那希望大家喜欢这影片，如果喜欢请帮我一个赞，分享留言，还有别忘记订阅收最新消息哦，感谢收看，拜拜。不知道大家喜欢这次的发型吗？喜欢这个 T 恤吗？我觉得呢发型我是还好，那我觉得 T 恤的话我是很喜欢，就超级可爱的。